就是长板。应该如果说曾经我们在所谓的爱护宠物这件事情上面有用爱来代替扑杀的话，宠物都是这样，更何况是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所以看着这样子，自己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会特别觉得生命被这样子的践踏和这样的不值，会特别的痛，特别的不舒服，特别的惋惜。所以呢，希望呢，透过像这样子一个公益广告的推出，然后能够引起很多人的正视，以及引起很多人的参与。你的爱让 baby 不再哭泣，你的爱让 baby 不再哭泣。调整一下我的心情。这个呢，完全是一个综艺的包装，但是真实的心情。爸爸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的爱呢，能够让 baby 不再哭泣，真的，拿点钱出来。请捐款，他拿着家。